来去社区居民每天早起或者是暗头的时阵，拢会亲像安尼，自动来到爱心菜园来挽草、压水、下肥料。对这些大人来讲，来到菜园做事，就是因逐天上好的运动，促进身体健康就有帮助。而且老人送餐中心也会当因此减少买菜钱的支出。社区居民表示，不但得到了成就感，佫会当帮助到社区。就是当初时吼，因为阮有成立一个老人送餐中心，吼，还有咱看到咱的。在土地哈，拢是荒，伊拢是在修根，一直在那个哈，一直在荒废下去，我看得过意不去了，哎，所以我就那个构想啊，来承租这个土地来啊，来种植这个蔬菜啊，种蔬菜以后，召集这些有志之士，就是我们社区的那些婆婆妈妈或者中老年人呢啊，有助于活动他们来种植。第一点，达到运动效果。比运动要更好，汗流的越多啊，然后来到这边又有很多这边种菜的一些朋友啊，大家互相交流。运动啦，啊，也低头背菜果啦，啊，像对咱循环有较好，啊嘛较啊，咱像咧讲种家己食安尼啦，啊，身体对身体真好啦。亲身种菜、割菜，让人感觉生活变较有意义以外，家己种的菜不喷农药，食了上安心也上健康，佮会当摕来送亲友佮厝边，互相联络感情。这菜拢无洗好了，佮会当分煮互只朋友食啊。佮有剩的摕阮的送餐中心啊，阮安尼做嘛足欢喜的。做者莫去买菜，啊，家己来往食安尼啦。啊，做若剩的。啊，就讲像做认定安尼啦。透过政府的社会福利补助，来去社区爱心菜园经营了一年多，不但促进真侪老大人的身体健康，而且佫增加社区居民互相之间的感情。加上协会佮里长有效使用社区关怀据点来照顾四大人，不管来到来去社区，总是会当感受到居民团结上好的气氛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